孟建柱、郭声琨、赵克志有危险，孙立军案件仍有疑云。来自香港媒体《明报》的信息表示，中共的十九届中央纪委的第六次全会日内召开。 为了给会议造势，中纪委联手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拍摄的电视纪录片《零容忍》在上周末的时候开始播出。出镜现身说法的原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虽然已经深陷囹圄近九个月，刚被起诉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等多项重罪，镜头当中却面庞圆润、发丝不乱的侃侃而谈，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报道指出，片中披露，先后落马的原江苏省的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原上海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的局长龚道安，原重庆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的局长邓辉林、原山西省的副省长兼公安厅的厅长刘新云等，同属于孙立军的团伙成员。这四个人要么向孙立军进贡巨资，要么向孙立军提供监控情报或者是网络舆情。 孙立军则把他们逐一的提拔到了上述重要的职位上。令人疑云未消的是，四人年纪都比孙立军要大，在中国的公安系统的资历比孙立军要深，为什么要靠孙立军来上位呢？孙立军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才升为了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之前是如何将这四个人推上同等高位的呢？ 在去年九月份，中纪委将孙立军双开的通报当中，指他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时候，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的涉密材料。为何上周末正式起诉孙立军的罪名当中，不见泄露国家机密等一些指控呢？从之前的报道当中，人们已经得知。 孙立军的能力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他曾是原中国公安部的部长、上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秘。孙立军是上海市卫生局英文翻译出身，曾经赴澳大利亚留学，当过上海市的卫生局的外事处的处长，之后升任为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的副主任，因此结识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孟建柱。 据说，在孟建柱调任江西书记的时候，曾经托孙立军照顾身体欠佳的妻子蒋其芳，因此对孙立军极度信任。二零零七年的时候，孟建柱出任中国公安部的部长之后，就调孙立军进京，出任中国公安部办公厅的副主任。 之后又先后掌管了一局，也就是政治保卫局、二十六局反邪教局，并且跻身了党委委员。因此，孙立军虽然只是局级干部，但是权重很大。报道指出，孙立军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受查，迄今还没有孟建柱落马的消息。已经退休的他还在多个重要的场合露面，但是面容憔悴，与狱中的孙立军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中国公安部的部长，竟可以将毫无相关经验的亲信调到身边，掌管机要，令其胡作非为。孟建柱难辞失察的责任，但是造成孙立军成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门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内地官场的领导人大秘狐假虎威的不正常的生态。 按照中共的规矩，提拔副部级或者以上的干部，相关的主管虽然有推荐建议之权，但是需要经由中共的组织部来考察，再经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或全体会议来审议通过。现在来看，这重重关卡竟然被一名局级大秘轻松打通。 孙立军作乱为祸的时间横跨孟建柱、郭声琨、赵克之三任中共公安部的部长，不是孟建柱的余威太盛，就是两名继任者太不负责任，被孙立军玩弄于股掌当中，令人匪夷所思。前年疫情爆发的初期，孙立军到湖北武汉来协助抗议，并随即落马。他擅离职守，私放机密。 与他曾留学的澳洲率先鼓吹针对中国的新冠溯源有无关联？聊一聊那个不负十四亿啊！我一听这个挺有意思，我赶紧上去看了一看啊，一口气啊看了两集。当然啊，目前也仅仅有这两集啊才刚刚的播放出来。那看了以后啊。 还是觉得啊，挺有感慨的啊。这里面当然最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公安部原来的副部长孙立军啊。他亮相以后啊，和啊王立科一样，他俩呀都侃侃而谈。那、啊、这个神情啊，好像当年跟他们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时候做报告、啊、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没有看出来多少愧疚啊，好像是在聊别人的事情，不是在聊他自己的。那、啊、你看这个孙立军自己说：“哎呀，你看，呃，这个王立科。” 啊，我认识认识他以后啊，当年啊是通过这个呃一些职场上的职那个职务上的一些活动正常认识的。认识他以后啊，他就每年四五次都跑到北京来，每次来啊跟我送上一个小盒子，说啊给你带点小海鲜尝尝啊。实际上里边可不是一般的海鲜，那都是美金啊或者是人民币。几年下来，光王立科一个人给孙立军送了高达九千多万元。那么孙立军聊起这些往事来。 哎，真的就你看看那个神情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谈笑风生，给人的感觉啊，他对这一天早有估计啊。聊起这些事情来，那就有备而来，可能那也是从事他这个行业啊，刑侦啊，或者说这种啊犯罪心理调查，他们都是一等一的专家。但是央视在聊起他们这些人的背景来，比如说啊，孙立军也好，比如说王立科也好。 归根结底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些人的总开关失灵了。啥是总开关？那就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没了啊。所以从啊，孙立军也好，王立科也好，以及后面亮相的龚道安也好，还有刘新云也好，那、啊、还有啊，中国开发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的原董事长、党委书记胡怀邦这些人啊。 我都坦白的讲，我都没看出悔恨，我只看出了倒霉啊！就是说，从他们的表现看来，归根结底，他们不认为自己错了，而是认为啊，自己倒霉给抓着了啊！因为啥？央视评价起这些事件的这些理由来，归结到啊理想信念身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理想信念啊，那就是什么一心为公不谋私啊，这个啊。 很清贫，那才是人生的真正理想吗？啊，恐怕只有在儒家文化下培养起来的这些干部、这些媒体、这些媒体人才会把他当成天字第一号的这样一个金科玉律来对别人进行要求。实际上啊，你要求别人啊在道德上做一个完人，他既不利于这个道德本身，也不利于啊口口声声要去执行奉行这些道德的人。你比如说像。 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像王立科和孙立军。孙立军啊，据片子说，他一开始啊，不是这个公务员这个行列的。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想跟这些社会上认识的一些商人啊，搞些买卖，搞些这个生意啊，做这些东西。后来还是他父亲啊，千方百计让王立科让这个孙立军啊，进了上海市的卫生系统。那即使上了卫生系统以后，中纪委调查发现。 啊，孙立军仍然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卫生系统这点资源、啊，再搞点钱。于是啊，他跟外边这些呃企业家呀、啊、私人老板啊，开始琢磨：哎，我是管卫生的，那上海市的院长什么的我都熟悉。这样，咱俩搞个合作啊，推销医疗设备啊，三七开分成。哎，这种思路是中国千千万万的小公务员啊，那个蝇营狗苟。 啊，那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最终追求的一个最高最高的目的。那除了孙立军以外，还有这位王立科。王立科啊，也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啊，和孙立军一样。那王立科的父亲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但是、啊、后来这位老王逐渐发现做生意来钱太难了啊，太麻烦了，还不保险。于是啊，他就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儿子在辽宁。 争取进公务员队伍，于是就给他弄进了公安系统啊，从派出所干起，慢慢的啊，干到了这个啊管公安的呃、啊、局长，再往后，因为认识了孙立军这样的大块头啊，王立科本人啊也四处这个历练的比较牛叉，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后竟然爬到了这个江苏省的副省长啊，江苏省的省委常委政法委的书记，所以王立科和 啊，这个孙立军啊，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不是他们本人非要怎么怎么样，而是整个的社会氛围，整个的社会价值观。人家那个老王啊和老孙，那就是中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看到了啊，你自己做生意顶个毛，你能挣多少钱啊？那还不如去当官。 当官就能发财，发财就能当更大的官啊！他们就是用这种老百姓最淳朴的、最直接的加减法，得出了这个家庭伦理观的一个总值。于是就想尽千方百计让他的儿子、让孙立军、让王立科往官路上走啊，往官路上走。事实证明，他俩走的也都是成功。你看，特别是王立科，他原来只是辽宁省啊那个北镇市什么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片警，最后。 啊，成了这样一个，在江苏这么大的一个省，一亿人以上的大省，经济发达地区，能够管整个的政法口啊、哎，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典范。不过，关于孙立军的这个片子里边的这些叙述啊，给人的感觉，这后面的故事仍然是很多。为什么呢？那第一就是，他当年认识王立科的时候，他仅仅是。 公安部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后来啊，当然当上了副部长，但是他仍然是排名比较靠后的副部长。那他这样一个能量，他怎么能帮一个地方上的公安部的公安局的头，一步一步走上江苏副省长、省委常委这样一个高位？他本人啊，严格来讲是不具备这个能力、不具备这个能量的。那后面肯定还有大老虎、大老板，那是谁呢？那十有八九就是孟建柱啊，孟建柱。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丝毫没有看到他提到孟建柱的名字，所以这个片子里面啊，仔细的分析挖下去，实际上是很有名堂的。这部片子在这方面也不够坦白，没有一抓到底。那他就应该让孙立军来聊聊。那你是怎么帮助王立科当上省委常委的啊？你是怎么让他当上江苏省这个政法委书记的？这才是故事的重点啊！所以啊。 我们看到这些片子，很多时候，啊，为它叫好的同时，确实有叫好的成分，是不是它毕竟满足了社会一部分这个知情知情欲和知情权。但是真正应该知道的，他没告诉你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大内宣还是大外宣，它老有一个德行，它老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观众他这个手手背痒。 他非得去挠你的脚心，哈哈，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你说就这个片子里边，我们就没看出来孙立军是怎么帮助王立科实现人生理想的啊。另外，关于孙立军啊，如果涉及法律的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贪污受贿啊这些，比如说从王立科一个人身上就九千万，但他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啊。二零零八年，王立科啊，因为孙立军去辽宁省视察啊，检查工作，认识了他。 这中间常年多年以来发展到最后这样一种程度，但是这个时间跨度啊太长了，就是零八年，说起来这都是这个啊十三四十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最近这些年，王立军啊、孙立军还和谁搞过类似的交易啊？他真正落马的原因还有谁？难道就一个王立科吗？啊，全国这么多公安分局长，就一个王立科啊，就一个这个邓辉林。 还有就一个这个啊，刘新元，这是山西省的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故事啊。他落马经济上的问题啊，肯定也只是啊问题之一，只是一个引子、导火索，导致了他的案发，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在这个片子里面啊，提到孙立军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用了几个词啊，叫孙立军啊，到了北京。 到公安部当干部以后，他自己检讨说，他以前啊觉得闯红灯是个问题，要遵守交通法规吗？说我来了北京以后啊，觉得我自己闯红灯没问题啊，我是公安部的副部长，闯红灯的片警敢管我吗？哎，这是自己有特权，而且、啊、时不常的有沾沾自喜的感觉。他自己检讨起来说，哎呀，这是他这个权力观开始扭曲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那以后啊。 按照央视的片子说，他就走上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还有权色交易这条道。哎，这个片子啊，真是欲盖弥彰啊！我们真的是想知道老百姓吗？啊，这个境界也不高，就关心那点事儿。你既然提到了孙立军大搞权色交易，那孙立军和谁进行了权色交易？这个色是谁呀、啊？是不是央视那位一姐啊？那通过这样情况，他给了对方什么好处？哎，我们看到在处理其他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啊，比如说。 在处理芦苇，在处理其他人。哎，这个权色交易和谁搞的？还有以前这个啊，各省的有关干部有时候都会说啊，情妇某某某啊，离某某某他们这个承担项目。比如说这个啊，后来这个重庆啊，这个储军啊，孙正才啊，他的情妇宋某啊，他一共给他这个搞了多少项目？把一带一路的钱啊都给他了啊。这个宋某还给他买龙袍放家里。你看，官媒报道的还是有鼻子有眼的。那你说孙立军权色交易？ 他教了谁？这个色是谁啊？至今不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哎，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家手背痒，你非得挠脚心吗？哎，这里面其实故事更多。那这里面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过程，让我看他觉得孙立军这个人啊，还是有他的过人之处。为啥？你看他跟龚道安之间的关系，龚道安后来也是在他的帮助下，竟然当上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政法委书记啊，我相信孙立军本人啊也没这个能力。上海那是直辖市，那是中国的经济龙头，上海市副市长那是你安排得了的吗？啊，这里面后面肯定还有高人啊。那龚道安和孙立军之间的关系，那按照片子里说，孙立军为了笼络龚道安啊，和他对待王立科的手方法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王立科本身就是这个公安系统的人啊。 在辽宁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偏僻之地，认识孙立军以后就拼命的巴结，每次来至少三十万美金给他送上啊，那是一个完全的巴结被巴结啊，一个裙带互相这样一个勾结的关系。但是公道安啊，哎，孙立军首先是在全国的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啊来培训的时候认识了公道安，他就觉得公道安这个人啊非常有能力，他为了把公道安弄到自己这个小圈子里来，他动用了一些非常不一般的手段，那就是啊。 他用自己的钱，哎，按照片子说，叫用行贿受贿所得啊，给龚道安的家属，给他的家人，给他的部下安排好多事情啊，解决什么进京的户口啊，解决什么房子呀、啊、这些。哎，孙立军自己花钱，哎，你说这一点，孙立军还真的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那你何必花自己的钱呢？啊，他他当然通过这种方方式啊，搞定了龚道安。因为什么，在政法系统这样一个叫把。 脑袋拎在裤腰带上走江湖的这么一个行业，风险是非常大的啊！这里面的派系斗争啊，这个山头之争，那是血与火的考验。你靠上山头，你就有饭吃啊；靠不上山头，你就等着被收拾。所以这种情况下，龚道安对孙立军可以说是感恩戴德。那更何况，龚道安刚,刚刚当上这个啊，进了北京的时候啊，孙立军竟然也是。 私人请客，把他的北京的那些小弟兄一起叫来，各个部门的给公道安接风啊！告诉大家，你们都要支持啊！公道安的工作，把公道安给感激的五体投地啊，感激涕零，从此发誓要为孙局卖命。你看他这个拉拢人的方式，也确实很有一套。那另外一个人物啊，就是个刘星云啊，刘星云啊，很有意思，他是山东人，山东淄博人啊。从他发迹到认识啊王孙立军，到最后落马。 那是一个典型的山东人的人生轨迹啊！那是每一个山东人在曾经在某个阶段梦想的一个人生轨迹。为啥？他一开始就是山东淄博的一个普通家庭啊，是一名老公安啊。他从淄博市公安局二处一个办事员做起，最后成为了省部级的政法官员啊。他是怎么和孙立军结交上的？这里面体现了山东人啊，这个孔夫子的老家啊，这些人为了当官，那个创造性，那个随机应变。 啊，那个有胆有识都能体现的淋漓尽致啊！那有一次啊，孙立军带队到济南办事儿开会啊，刘星云作为济南市的公安局局长，就负责他们整个行程的安保工作。哎，你看是来到了地头上，这个天载天赐良机，刘星云这些人啊，山东的干部绝对不会放过，他就晚上啊单独跑到孙立军的房间。 自我介绍说我是刘星云啊，我是济南市搞公安的。哎，孙立军一看，哎，我知道你，知道你的名字。哎，你看你还亲自来看我了。马上，孙立军就知道这是有人要跟他交投名状，要加入他这个小团伙，要成为他的弟兄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信号。然后，哎，孙立军也投桃报李。就在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竟然跟啊刘星云聊，他这次来。 以及他在北京正在忙什么案子？那些案子都是全国人民啊私下里听说，但从来不敢想，没人敢问的案子啊，涉及到大领导的大领导啊。刘星云当时就有点懵。这按照片子里的说法是：哎，他跟我第一次见面就就怎么敢跟我聊这个案子？我只能感觉到啊，人家真的信任我，大老大老板看得起我，那我当然要对他要这个啊全力以赴，要投桃报李。于是这样，刘星云也就成为了。 这个孙立军小团伙的一个核心成员，这个刘星云他之所以特别有山东特色，还体现出一个什么特点来？就是任老乡啊。刘星云发迹在山东，但是他当上省部级领导，主要是在山西。后来是担任山西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之一，还担任公安厅的厅长。他在山西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公安信息化建设啊，就是搞什么天网啊、什么这个天眼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时候他在山西。 他竟然把主要的工程项目交给他山东的老乡，哎，所以来自山东的一些信息技术公司垄断了山西省的公安大数据项目，这东西也是犯忌的。因为山西和山东的这个啊，平均的文明程度啊，那是只低不高啊。山西那个地方，你想想，那也是可以说在官场上，那也是吃人不吐骨头。 啊，杀人不见血的这么一个环境，他竟然这么干，所以再到后来，当中国的这个新闻《中国新闻周刊》去采访刘星云在山西的种种劣迹的时候，哎，山西人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给他抖露了出来，那就是山东人垄断了山西省的公安 IT 项目。那这个刘星云实际上，他最出名的一个事情啊，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是这么件事儿，那就是他不是担任山西省的公安厅的头吗？ 他本人还是啊，打击黑恶势力专案组的组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打击山西的盗墓黑帮案，那当然就是由他负责的。那在这个时候，他领导下就抓获了大量的犯罪团伙嫌疑人员，缴获了大量的文物。但是、啊，这个刘星云竟然有创造性到了什么程度？ 他把里边搜到的这个一级文物啊，一尊青铜鼎啊，他自己留下来送礼用，送给谁没说，可能是送给孙立军了。然后他又找人仿制了另这个一个假的，那这个假文物交给了山西省有关部门去鉴定啊，你就说这个假的。山西省相关专家啊，竟然没人敢拒收，没人敢说这是假的啊！你看，这是山西和山东共同成就了啊刘新云。 这样一个奇葩人物，那这个片子只播了前两集，但就这两集里面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也是层出不穷。那更不用说，我们再结合第三方的别的媒体的报道，就更能还原出这些官员一个更丰富的一个人生轨迹和他们更丰富的一些个性。你比如说，到下一集我们就会聊啊，这个胡怀邦，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 钱老大啊，还有王富玉，这是贵州省原来的啊高管，也是政协主席。一开始在海南发展，也当过很多重要地市的市委书记。有时候啊，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他的故事也是非常典型。这些我们都放到下一集来跟大家分析讲述。 高律师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民进电视《民进火拍》的一个专题节目，就是比较系统的介绍政法系统。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十六集，要介绍一位啊，这个公安部的部长，就是贾春旺先生。对，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贾春旺算第几任公安部长，每人算法都不一样哈。嗯、这个。 总之，这个公安部长贾春旺，呃，接手了以后，啊，我们还是说他怎么他怎么会当上公安部长的？有的人对我的这个，呃，说他是陈云的女婿有一些怀疑，啊，我也不敢肯定啊，因为陈云有三个女儿，呃，陈伟丽、陈伟男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嗯，我不知道到底他到底是不是陈云的女婿。 嗯，但是当时在北京的政法界，大家实际上都几乎是公认的，就是他是陈家的人了。嗯，到底是女婿还是什么人，我们也搞不，共产党从来不公布这些细节。嗯，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是，他一定是有深厚深厚的背景，而且是陈家的背景。嗯，那他。 最早是应该是北京哪个区的一个区委书记然后海淀区，然后做一个副书记，然后一下子做市委啊，然后是清华大学，然后一下子非常年轻就做了这个安全部长，一九八五年就应该是应该是安第二任安全部长，几乎是跟这个阮成武差不多时间，对，嗯，那知道。 在中国做安全部长这样一个位置的人，如果这么年轻去做安全部长，如果他没有这个深厚的背景的话，我怎么是我是不相信的，嗯，这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安全部，我们说过了，基本上是所谓陈云家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这个后院，这是他的基础的，所以。 如果有网友更多知道到底是不是成为你成为男的女性这个这个丈夫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亲戚，大家可以去辩论去。但我敢肯定，他一定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我们经常说这个家庭背景分两种，一种是准的红二代，就像我们习近平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对不对？那这个是嫡系的。还有一种是女系的侄儿子的外甥的这一这一类的。嗯，反正。 他很年轻就做了安全部这个部长，而且他的安全部长从八五年一直做到公安到公安部长，他公安部长是应该是一九九八年还是九几年的，嗯，所以他在安全部应该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安全部长，然后调到公安部长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资料，这样的一个背景，奠定了他对。 公安，我们知道安全部门分分出公安部门也并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对，而且就算分出去了，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上的交叉。所以贾成旺是应该从某种角度来讲是非常熟悉公安系统的工作。那他做安全部部长，呃呃，做安全部部长期间，一定是跟公安工作有很多很多的交接。 他接手公安部长，我们刚才刚才已经说过了，嗯，我们现在回味一下，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公安部长，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呢？我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他好像没什么特色，嗯嗯，就是四平八稳的这么一个，呃，接任安全部长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一个人，好像你很难说他在。 呃，公安工作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基本上是个因循守守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部长。这是说他本人在这个安全部门里面的这个口，呃，在公安部门的口碑，嗯，我也听到有人说他提拔了有一些人，那些人有些问题，包括说，呃，杨焕林是他提拔的，然后也出了一些问题。 我不敢肯定杨焕宁到底是不是他提拔的，当然是他在在他的任在他的这个任期之内，杨焕宁做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部长助理副部长、嗯，但他刻意培养一批自己的人，自己的嫡系，这个是在安全部门里面他一直呃在公安部门他一直在做的，嗯，啊，他做这个。 安全做公安部长应该只做了一届，嗯，就下去了，对吧？他没有做很长时间。那其所以没有说他做很长时间的原因，我们现在感觉到大概是新的势力要上台了，嗯，他代表的是因为当他啊、呃、被下台的时候，啊，邓小平、陈云这个可能。 都相继已经离开了中国，已经去世了，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了，而新的政治力量要起来了，嗯，这就是我们江泽民的这个这个势力要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后面讲，所以他在做呃公安部长这个期间，尽管他提拔了一些人，但他并没有像后面的其他的几个部长那样明目张胆的，就是提拔自己的人进去。 嗯，所以这是他的，嗯，一个一个特点。当然，当然，后来就是说他，啊、呃、离开了公安系统。我我我我想来想去，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地方，让我们更多的去讲他的。嗯，到后来成为了、啊、检察长啊，这个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于就成为了一个副国家领导人。你看，在政治上就比较的啊沉下去了，没有声音了。 当然，检察长这个位置哈，就是凡是从公安部长调到检察长这个位置上去，呃，名义上是他更提了一步，成了副国级领导人了、啊。就像我们的同学周强，从湖南省委书记调到这个最高法院当副院当院长，表面上是提了这个这个提提了一级，实际上是远离权力的中心了。嗯，呃，安全部呃，检察院也是也是这样。嗯，凡是从公安系统调到。 这个，呃，检察院去当检察长的人，表面上是提了一级，这种人会是什么结果呢？一般是会什么逻辑的？就是说你没什么问题，我们，但是我们希望你离开这个位置，你把这个位置腾出来，你呢会跟你表面上跟你更上一层，嗯，所以刘福芝也好，刘福芝当时我们上次说刘富、呃、刘福芝也是做过检察长，从公安部长调检察长，<对 S 2> 他也是这个意思，嗯，邓小平毕竟是他的得力干将，是这个得力干将。 你也没什么错误，让你做检察长，但是你离开公安部长这个位置。贾成旺也是这样，这个做了一任，嗯、那你就离开这个公安系统了。这个刀把子现在必须要新的领导人选派他新的人去接任去，所以让他去做检察长。嗯，呃，刚才您在之前的有一集讲到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警卫系统。 啊，警卫系统他实际上作为公安部长或者主管这个事情的副部长，他有一个权利，就是保卫这个副国家领导人，也可以说是控制副国家领导人，啊，有双重功能。那么在贾春旺的任上的时候呢，绝对没有想到发生了嘛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年的这个习仲勋先生啊，在南方养病。 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说郑小平不让他回北京，但是洗老呢，哎呦就想回北京看一看，所以家人就提出要求，这个事情就提到了这个公安部，因为按公安部呀，具体安排警卫啊，嗯，对吧？集中巡视的那是对，结果呢就是找到了贾成旺，贾旺 不予理睬，但是毕竟习家还是有很多关系的，还是跟呢这个贾部长打了招呼，然后后来就叫了习近平去跟贾部长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去描述一下他们的一些要求。结果贾部长在办公厅里面啊，让这个习近平去了，习近平在外面就等了几个小时。 <laughs> <laughs> 这个事情不知道当时贾春旺是怎么判断的，就是你即算是一个当过国安部长，啊，国安部长当过公安部长，你已经是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了，但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政治方向往哪里走。对呀、啊，你刚才提醒了我，就是说，呃。 中央警卫局是保卫工作，一方面是说名义上是保卫你的安全，但实际上从反过来，实际上就在从某种角度是在监视你。对，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刀把子这么厉害的地方。嗯，因为你离不开它，因为这其法理来说，说我需要你，从你那，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刀把子又可以随时伤害着我。对，是啊，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个。 老毛当初明明发现了有人在他的列车上安装这个窃听器，把他跟张玉凤乱搞的这些东西窃听下来了。后来他也没办法，不了了之。因为你不能说把这些窃听器、这些监视东西不要啊！我为了保护你的安我必须的呀。万一你被那几个女人像古代皇帝啊被他掐死了，我怎么办、啊？古代皇帝不是被女人给掐死多的有多的是吗？所以你也你老毛手抖古书，你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看到，这是一个双刃剑，是个刀把子。所以你提到刚才这个，这个很有趣。说一声，我保卫你复国籍，但是，我可以不让你回来。我可以假借很多东西我可以找很多由我不由，你不要走，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以找任何安全的借口的理由说：，哎呀，习仲勋呐、啊，这个习习书记啊，这个很不安全，你现在不能走。 那你你有什么话说？你没话说。当然，习主席脑子很清楚，可能有人让他你不要走。嗯，对，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对，呃，江湖上说这个事情对习近平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嗯 <laughs>，而且后来这个贾春旺的女儿又嫁给了刘云山的儿子。刘的这个对他们亲家。这个在中国政治来讲对对是算比较忌讳的，甚至元老的家庭。 不想结婚的人多的是，但是这些人多半都是元老，已经退下来了，已经不像刘云山是现任当上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啊。嗯，哎，贾成旺又是政法王啊。对，说贾成旺是政法的这个系统里面的王啊、呃，不算为过。嗯，从他一九八五年做公安部长，公、嗯、安部长，呃，公安部长，一直到。 一九，19, 我看九八年，九九三年他转任，哎，不是九三年，因为九八年以后了。九八年，不，二零零二年他转任检察长。这个在检察长任里面又做了一任检察长。对，所以他在中共在中国的这个政法系统整整,整做了二十年。是、啊、没有，除了没有一个人超过他。可能刘福芝跟他差不多。而刘福芝的对。 刘除了刘福之，公安部，对,对司法部，对公安部检察院对，对刘福之，他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公安系统做，所以，所以真正的说，他在公安系统、在政法系统里面待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而且都是掌握的要害部门，对安全部门、公安部门都被他掌握过。但是这个人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是福南人，他跟阮崇武一起提拔起来的，团队系统。 对吧？然后，但是他居然没有倒下来。<laughs> 你说他是哪里？湖南人？他哪个地方？不是跟进、啊、共青团的。共青团的啊啊！他是一个红色后代，肯定的。那我相信，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对、嗯，一定是一定，要么是陈云家的直系亲属，<对>要么是他们家的非常亲密的。那、啊、一个红色后代，这个<对>这个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否则不可能。但是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事情。 造成一个巨大的麻烦。有人说，幸亏现在贾春旺八十多岁了，否则的话真麻烦了，对吧？嗯、要找点。问题很很严峻，但是贾春旺处理事情，我在各个系统、各个地方去了解，对他非议的、批评的也不多，他很稳，对吧？可见他是很稳很,很,很稳重。对他，尽管很年轻就做了这个安全部长，因为这个跟做安全部长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嗯，你安全部长这个。 绝不会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很想到处去讲的，不讲的，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讲的。公安部长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所以我们前面说这个谢富志是公安部长最聪明的一个人，这个有道理。就是说，啊、呃，像贾成旺这个别人反映出来的，就是说他很稳，他没有，他不会，他也没有说改革的那种革新的那种思想，也没有说挑起什么。 是<试>端端的这样一个心态，<对对 S 2> 所以他长期在这个里面就是很稳的坐下来。所以你外界当然做安全部长，里面本身关于他的报道就是很少很少，因为他十几年做安全部长。呃，我们如果讲安全部，当然我们会讲到他讲的更详细。他在安全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了哈。这个其实他在安全部部长的期间，他把安全部门的权利呀。 发挥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但是以后我们到安全部长的那个那个节目里面去。对，在做公安部长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他做了一任下来了，好像没有太多的。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他做团委书记的时候，可能是照片嘛 <laughs>、这个？可能是海淀小帅哥。海淀对，海淀团委、啊、书记。因为当时他做海淀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就在海淀呢开公司，这个公司叫四通公司。 <laughs> 我知道，四进青人民公社对啊，<laughs> 是听说跟他是有关系，是万云南的这个四通公司是吧？嗯，对，那个时候好像他是在北京，啊、嗯，对，海淀区，对，海淀区，因为后来他是北京团市委书记还是副书记嘛，然后<记>是清华大学出来的嘛，嗯，嗯所以他有几个的背景在后面支撑了他，但是他能够在。 中国的这个权力过去几十年中间，这么激烈的权力斗争中间，他能够安全退下来，现在而且他很幸运啊。习近平上台之前就退了，嗯，而且现在就找他的麻烦嘛，都八十多了，对对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像有些人呢，他用的是化名，不一定是真实的名字，嗯，所以你要去找他的家庭的背景，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嗯,嗯，假、嗯、中是真名，对。 结果我们核实了，呃，尤其是做安全工作的，我我上次说的，我我的几个学生直接从学校毕业就换了名了。嗯，对。上次你说的那个北京市安全局局长的梁,<开>梁克，梁克就不是他的真名字。嗯。所以贾春旺这个这个人在中国应该说是，呃，说周永康是政法王，这个才是应该待的时间是更长的。对。周永康的政法王是因为要把他整掉。 所以要编织他很多的罪名，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周永康的。呃，对，那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有关周永康哇哈哈哈，贾春旺和这这两个交接嘛，交接嘛，因为下一个就是周永女子亲切，女子暧昧，这也是搞好搞笑，因为他们俩交接工作嘛，下一个接着的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这个这个周永康嘛。嗯，好的，那我们等到下一集讲。好，嗯，再见，再见。